最近抖音被林允儿壁纸刷屏，相信大家也和小编一样中毒了吧。今天就教大家如何使用林允儿壁纸，当然手机和电脑都能使用。首先是手机本，我们在记收公众号回复林允儿壁纸就可以找到下载地址了。下载后打开软件，我们找到林允儿的壁纸，点击替换按钮后即可替换壁纸。 电脑版的使用方法也一样，打开软件，我们在搞索框内搜索林允儿，设置为桌面即可。是不是等不及了呢？那就快来记说公众号下载吧。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评论区回复126，小编会私信发给你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学习更多手机技能请关注记说公众号。